如何扩大优势。好，好，顶，哇，好，我们看这个力量啊，是滞空扛在肩上，走，两个人在这个绳山边上的想翻起来顺风，哦，对手现在夹紧这样下了，举起来拉倒，漂亮，哇，这个真的是绝对的力量啊，摔跤手的这个力量非常可怕，拿背，顶脱了，拿背。没有勾，但是顺风自己的脚下的这个步伐，对，想顺开，想破顺风的双马，摁倒了。顶脱拿背，再一次给对方的双手打空。顺风现在怎么？大家好，老师从业中医男科30余年，帮助了数千名海内外华人朋友通过中药调理重回男性雄风。如果你也存在房事时间短、勃起无力、硬度差、中途疲软、肾虚、前列腺炎等问题，现在就加中医老师微信574-993-200，纯中药，一人一方，治根治本，帮助你持续坚挺20至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彻底告别快男软男。记住微信574-993-200。打击砸后脑了，这个动作是故意的。又来到侧向压制，哦，转到南北，重新布置战术，没错，反到背后没控住，抱单腿，靠在绳圈边上，脚下勾，摔倒，拿背，拿背，很难控制住对方，是。不要跟顺风抢太多把位，你只要在这个位置，顺风就想摔你。对，哎，对，还可以，起码逃脱还不错，逃脱是还不错。那从现在看，他不太主动的，根本就没有机会进攻，没有机会。对，哦，击倒了，再来是一个左手的平勾拳。是，你看现在这个状态，哎，把顺风抬起来，这个抬的太拙了啊！顺风要不要做第一脚？昨天已经勾在对方的手臂内了，是砸。如果做一个前滚翻，没错，做一个前滚啊，是把对方压倒过来，但依然还是保持着高密度的砸击，侧向压制，哇！好，摆拳顶膝，还是有要做一个抉择，好，进了，抱腰近身，哦，摔倒，直接放倒的位置，用自己的肩膀压对方的颈动脉。对方越不松手，这个越有可能攻击他的左手。觉得顺风可以试试做尖角啊，两个手搭住扣，把重心压在对方的身上。对手呢，其实也是单臂呢跨住了顺风的脖颈。顺风把刀抬出来了，抬出来了，看要不要主意翻过来，再拿背。确实，正如刚才这个王英老师说的，进入到地面之后，顺风怎么样？顺风被瞧了啊，没成功。我还笑死了，会啊！一般的选手如果没有受过专门训练，一个被摔就摔晕了。是，我们现在打的有点焦急啊！对，做了训练。哎，摔倒之后直接利用这个惯起跳了，顺风抬头，对方想要逃脱。拿了腋下，顺风啊，还没跟上，对，而且这个其实还是因为好，那我相信拿的分会更多。你看现在呢，这个奥米德依然是用刚才成功奏效的一边拉开，勾打，漂亮，打击的球，打拳，现在身体的控制还是比较死的。侧向压制，顺风很喜欢这个位置。嗯，乱一下。哎哎，对方想翻。好，哦，没时间锁，伸开。哦，哎，这个效果，想翻起来，顺风书包带，没错，准备，没错。哦，放弃了，直接做了双腋下勾，这样的话是对方跑不了，但是自己也很难，自己也没有办法扩大优势。对，顺风小心自己的胯。对。只是没那么精彩。打拳，对方还扬起，对方还要再摔一次，估计是。啊，抓绳圈了，这是不允许的。哦，漂亮，被摔。但对于奥米德来说，应该是一场折磨，是一场煎熬，因为对。
多次将奥米德摔倒。哇，这而且每一次摔的都很利落。对，而且最后红方向 winner。